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好了，又到了我们晚饭时间。今天是个特别日子，今天是我老婆的生日，所以今天的饭是我老婆想吃的，全部都是她想吃的东西跟她准备了。我先介绍今天的饭。看一下，今天的话，我老婆想吃肉。但是我老婆想吃烤肉，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出不了门，所以没办法自己买点肉自己在家烤一烤吧。这个是牛肉，这个也是牛肉，这个比较软一点，这个比较稍微就是柴一点的牛肉。然后这个是鳗鱼，然后这一块是鸡腿肉，我自己煎的，一会儿切一下吃。还有一个就是蔬菜。我老婆就是想吃牛肉，看她的满足的表情。这鸡肉还是挺软的，它是那个芝士跟那个蒜末的调味料腌制的。我买的鸡肉是我自己煎的，但是调料是他们自己调好的，比较软，芝士味很浓，再配上那个蒜味，蒜香很好，真的很不错。生日快乐，谢谢。我喝的是水，自来水。水，哼，水，違う。这是牛奶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谢谢。你把你的口水全喷到蛋糕上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。看一下我买的生日蛋糕，是巧克力蛋糕，所以因为我老婆跟我闺女喜欢吃这个，所以买的就是这个蛋糕。妈妈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なんか見て顔みたいなってこと。スニコ暮らしの顔みたい。因为是我老婆的生日，所以第一块蛋第一块蛋糕是我老婆的。可以想自己呢，吃上面呢。这啥话打了干呀？走走。今天你过生日，弟弟让我来抱着。儿子。いいの？食べて。やった、ありがとう。真香。食べて。何やろ。パパプレゼント。後でパパが出せるかどうかも分からん。は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どうぞ。おいしい。チョコリ団子、甜不甜。过生日怎么会没有礼物呢？所以我准备的礼物送给我老婆。豆子。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。やった、弟弟が蹴っとるけん。中見てみ。すごい。資生堂エリクシール。高いよこれ。我老婆说好贵。しかも私が欲しかった美白のやつや。
ありがとう、リュウちゃん。はい、どうも。キリちゃんの袋取られてキリちゃんに袋取られてきます。谢谢，綺麗になるわ。我老婆前段时间一直在说，因为是生完孩子之后，就是皮肤变得特别不好，所以就需要补水啊之类的东西，就是。所以今天这一次我给他买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化妆品，他平常买的就是一般的那种，就是一般大众消费的那种一般的消化妆品。这次下了血本给他买好了，因为像大家说的，一个人在家，还要做饭，还要就是照顾两个孩子，就是女人嘛，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。我老婆虽然已经很漂亮了，但是还要更注意让她更加美丽。好了，老婆。生日快乐，谢谢，祝你青春永驻，永远的18岁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喜欢我的视频点一下关注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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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